我看这个两位老大姐姐聊得正酣啊，听你们说是怎么回事？大庆还是玉门怎么回事？你们是我过们是去？大庆的，人大叔有那么一句话啊，嘛，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您那是句从话。玉门过去的吗？从玉我们门从玉到的门大到庆。的大庆。哦，你们从玉门当年又到了大庆转会站的时候，对对对。那现在你们多大年纪？我现在是将近70。将近七十，我八十了，你看看，八十不你看看像，八十不像。你80多年前。那当年到会战的时候，那是60年代，五十。60，他是五九我是59年到了，我是我四岁。那时候很小，对，我就说很小，对，你那时候可能十我来岁，上学了，上学了，上初中了，上到10来岁。我到大庆是17岁。17岁啊，就是玉门那地方我去过啊，玉门现在玉门油矿已经残垣断壁，就已经是个老城，已经那个干啥了。我是在玉门一中上学。那高寿啊！我那个没说嘛，我从那个大庆嘛，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这岁数人咋的，见证了大庆成长。哦，啊，你看这4岁我就开始瞅着大庆，这就说在大庆生长。但是对，60年，哎，我对就吧？说你们是怎么来的银滩的？你能讲讲这个过程吗？能啊，这来银滩是咋的？那时间大庆的领导也是为了让这个银滩那些老职工、老干部能享享福，跑这个地方，特别有这个地方有山东人，我们大庆说在这边给盖点房子。那时候没有整个银滩，没有银滩呢，对呀，就首先把大庆这那个大庆一区、二区是吧？建起来了，一区一区建起来了，那是哪一年的事？哎呦，那可是挺早，2002年就基本上上人了。哦，我听说是没有大庆就没有银滩，因为大大庆绝对没有银滩。是因为大庆当年给乳山政府，然后是商量着要这块地，然后建了这个职工的基地，是吧？然后才有了这个后续的开发。对对，那大庆是为咱银滩 立了首功了。但你们就是说是当时是分的房子吗？这个分的房子，分房子多少钱？还交钱吗？当时呢，就是老职工吧，是他按工龄来啊，工龄长一点呢，可能要交个3000、4000，啊，顶多5000吧。啊，5000块钱。哎，4000、5000块钱。多大面积？都80多，将近90。将近九十。基本上都是这样，面积都是这样的。完了交一交，就是说开始来的，是不是这样？那你们一直待在这个地方，你们是每年都就是？春夏秋冬都住这儿吗？我现在基本上是，基本上是。你对银滩评价评价？你看住了这么久。好啊，你说嘛，这银滩空气好。对。最主要银滩咋的？那这块的山东人嘛，比较淳朴。山东人淳朴。哎，啊，他这个卖这些东西，咱们吃这些东西，他假的东西少。东西你像那柜里有好多东西有假的，在外地啊，都是假的东西少，非常不错。另外呢，就是这几年山东发展的也好。发展好。我对这块山东好的印象就是空气好，人好。再一个呢，就在这个地方呢，你像我们这现在就属于来养老了，养老呢就是氛围好。氛围好。哎，有唱有跳，有歌有舞。说是你们是不是在大庆那边有个什么团啊，什么文艺术团啊，还有什么有没有这样的？有啊，像我们肯定是有啊，我们在那边也有也。啊，怎么？原来你介绍他是咋回事是？我说他是在大庆一期那团长。团长是？团长是团长，这是是团长，那是我爱人，他是团长。您是团长。我是助手吧。您是助手啊？别人也叫参谋长。参谋长，你们是组织个什么活动，什么团体啊？就是。把我们一开始我们的初衷是咋的？就是把我们一区、二区那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不管你会唱不会唱的，组织起来，把大家让大家玩，让大家高兴。一开始的初衷是这样式的。后来这个队伍呢逐渐扩大，就是别的小区很多人也上我们小区，上我们这个团里来了。就这么个情况。那现在有多少人呢？现在是大概整个团队要是加起来的话，那就不好说了。50-60人，40-50人全有。但是他随着时间走。有的走，有的来是吧？哎，那你们的活动主要什么内容？主要活动内容就是把这个当前的这国家的这种形势和咱们乳山那种好形势、好政策，给大家体现出来。我们从2014年就整个开始成立到现在咋的呢？每个135，原来是每个135的晚上我们都玩。就玩，主要是所有的老人都得到广场，我们那有广场。是跳广场舞。不跳广场舞。那干嘛？乐队。是乐队，有乐队。整个乐队。有乐队。全银滩就只有这一个这个团体是现场伴奏。
每天啊、就是一三五每个晚上哦玩，只有这一个。啊，当时只有一个，到现在也这一个，自己花钱的买的这些、买的乐器，哎，对，哦，哎，是这样。然后是有人唱歌，喜欢唱歌的就唱歌，唱谁都跳舞就跳舞，谁都能唱，哎，谁都能唱，谁都能吹，可以呀、啊，都能加入到你们的团队里去，可以，哦、啊，都这样，收不收费？不收费，不是吧？纯粹是玩自娱自乐，对，对，啊，这样子的，哎，这样挺好。那个、老年生活是很丰富多彩呀，对呀、啊，对。我们那块老头老太，昨天我们下午还玩儿，还玩儿、现在天冷，稍冷一点儿、我们照顾这个老人，怕晚上出来冻着啊。我们就改在下午，每个下午一三五的两点半哦，到四点半，有太阳的时候玩玩跳跳。大家都在那广场待着、在哪个广场？是院里的广场还是海边？海那个幸福园啊，幸福园的海边了。沿着边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去过那儿。我以前我去过遛弯的时候，我看他们正好很有点就是穿戴很讲究的一个大哥唱那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哎呦，感觉一下把人拉回到五十年代了。当然，虽然我们没有经过五十年代，但是感觉那五十年代的歌曲很亲切。就我们那个广场上的，就是立足于我们本根的那些人玩、对，大拇指啊什么这边我们也参与，也参与啊。但是呢主要是在本小区附近啊、都吸引过去了、哎、那挺好挺好、包括咱们这边的一些好多知名人士啊、你什么这个你像是老铁他们这些啊、这些哈、对咱们、那个小邢大哥你、管的叫邢大哥啊、对就是小邢他们这些人嗯、他像他哎哎，林霞他们都去过、都在我们那玩过、你著名歌手、著名歌手对嗯、小白杨啊，小白羊也参与啊，参与都上我们那去玩了。哦，是不是？哎，看来你们这在玩。我们说我们不能扔下那个我们跟前的那些人，不能扔下那些人，我们自己跑来。就是你们刚来一滩的时候，那个时候刚五六十岁，现在都七八十岁了。啊、对，反正这也十来年了。十来年，一二十年了都，都是吧？过得好就行啊，在银台好好的生活着，享受。根都扎在这儿，你说还扎把根都扎这儿来了是吧？扎在这儿。行，谢谢啊。